我如果将来做出来会有那个效果的话，第一个哦，特别注意这个地方要怎么样载入我们那个男跟女。最简单的方法是一，游标放在这个啊表单，当表单启动的时候，我就要同时载入这两个项目。那特别注意这个的名称叫什么？叫买低，对不对？所以哈、哦，它里面要加的有个方法叫 add item。那什么时候呢？它因为这个表单是事件驱动，什么事件呢？当表单点两，你把表单点两下，它会出现 user form， 预设是click 啦，就是说当我 click， 它会跳出一个 user form， user form 指的就是这个物件， click 是指的是当我被点击，不过我们不是要 click， 而是什么？把它改成叫做 activate， activate 就是说我当我这个表单载入的时候，活动的时候，那我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把买低里面 add item， 所以你将来就是直接买低点之后会有一个 add item， 你就按一个空白键，后面的话呢就刮胡，输入一个什么？输入一个女，然后再输入一个男，这样的话呢就会有表单可以做输入，所以以后的话你的表单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做输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把它启动起来的话，你会发现哦，你的清单就会出来了。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就是说，当我填完资料，比如说我今天填资料哈，那填完资料的时候呢，我希望可以把资料做第一个计算。那计算的话呢，基本上我比如说我在这边哈，要能够先计算。那计算的部分的话，比如说我就打一个姓名，然后打完之后的话，按确定，它能够帮我计算。它怎么帮我计算？特别注意哦，这边我们来看一下。基本上哈、哦，按确定的时候，那怎么去计算？实际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哈、哦，我去呼叫什么，就是标准函数。因为我刚刚不是有建了一个什么呢？函数名称叫做标准函数2，对这个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哈、哦，我可以呼叫它。那假如说我要呼叫它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，当我按确定的时候，买一指的是那个底下的那一个 label 那个标签，它里面会有个属性叫 caption， 等于什么呢？标准函数2。那我必须要给它升高，那升高从哪边呢？从买低里面的 text， 特别是要文字方块的话一定是 text， 那如果性别的话是从买低。所以一样有没有？我本来是那个函数是从我的Excel 里面丢给他。那除了可以在 Excel 里面丢给他之外的话，在这里面一样可以给呼叫那个函数，然后给这两个资料身高、性别有没有？最后他会把结果怎么样输出到买一里面去 ？OK， 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我这边先暂时先不执行底下的。